大家好，我是 Jennifer。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会 focus 膊头和手臂的，接下来又夏天了，如果你想 show 下你的膊头和手臂的话，接下来这个 training 就超级适合你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开始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充分帮我们的肩和手臂热身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会做一个水平的肩外旋。首先将双手成90度举至水平，呼气，我们手指方向指上天，吸气回到开始的位置。如果同学仔有哑铃的话，可以好像右上角的我那样做一个进阶版，谨记要拿回合适的哑铃啊。第二个动作，我们会做一个曲手的飞鸟。首先我们都是将双手成90度放在腰侧，呼气，手踭举至膊头，吸气，回到开始的位置。这个时候你应该 feel 到膊头有少少圆圆的感觉，代表你做啱的啦。如果你有哑铃，同样都可以试下右上角的进阶版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屈臂开合再加肩上推举。首先我们将双手合实放在胸前，手指天，水平打开之后，我们再垂直向上举高，整个过程保持正常呼吸，收紧你腹部，千万不要咬腰啊。一样如果有哑铃的话，同样都可以做回右上角的进阶版。之后我们会做一个跪姿的三头伸展。在跪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将身体微微向前倾，将手踭向后夹实在腰侧旁边，做一个夹背的动作。呼气，我们向后伸直，吸气，回至中。如果同学仔要做右上角的进阶版，建议拿回一个轻一点的重量，掌握会比较好的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会做一个俯身的三头伸展。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屈膝平板的姿势，双手拍埋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手踭成90度，呼气，伸直手，吸气，回开始的位置。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我们的三头肌，即是我们包包的位置，很有感觉的啦。好，之后我们做一个扎手的掌上压，同样都是做一个屈膝的平板姿势。我们要将手掌放在胸旁位置，呼气，撑直，吸气，回开始的位置。记得整个过程上身尽量保持一直线啊。好，之后我们做一个小放松，那我们会做一个直手的打圈。首先举高双手至膊头的高度，向后打圈，整个过程保持正常呼吸就可以了。我们还差一点就完成了，坚持住啊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会做一个垂直的三头伸展。首先我们将双手合实举高，手臂贴耳仔，吸气，手臂降至头后方，呼气，举直至眉曲。整个过程我们的手踭都千万不要动啊，因为这样才可以充分地有效刺激我们的三头肌位置。如果觉得容易的同学仔可以做右上角的进阶版，谨记要拿回合适的重量。好，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动作了，我们会做一个直手的前平举。这个动作是刺激我们三头肌前束位置，即是我们膊头的位置。首先我们将双手合实举直放在前面，呼气提高，吸气回我们开始的位置。同样如果有哑铃的同学仔，可以好像右上角的我那样做一个进阶版。加油加油。 Rest。 好，咁咧，我哋啱啱已经完成咗我哋手臂啦，同埋膊头嘅训练啦。如果咧呢两个部位都感到有少少胀热嘅感觉咧，咁就啱啦。假如你有其他想我哋拍嘅训练咧，就留言话俾我哋知啦。记得 like 呢条片 ，subscribe 呢个 channel， 揿埋呢个钟仔，你就唔会错过我哋第二条片噶啦。拜拜。